邪神由此坠入人间，为镇压邪神，守护世人，须佐之男曾遣镇木兽前往人间，八岐大蛇虽被封印在匣间之中，但他不甘言败，不断冲击入口，使大地撕裂，河流改道，污秽从匣间溢出，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灾难。听从神意，吾将传授你们高天元镇压邪神的法术，用此术与妖鬼搏斗，也能代代平安。这种既不借用神力，也不使用妖力，而是凭借人类自身灵力与邪恶对抗的法术。后世被称之为阴阳术。四名灵力强大的人类组建了对抗八岐大蛇的讨伐军，人们在峡尖上建立了巨大的结界，以镇邪神。而这片镇压邪神的土地，在千年后成为了繁盛的人世之城平安京。千百年来，我一直在恢复力量，等候良机。敬奉灵力强大的巫女，我将保平安京繁荣，元氏长盛不衰。是，蛇神大人。但真正封印我的，并非人类的结界，而是这把天羽羽斩。怎样才能拔出它？开始审判吧。当审判再起，处刑罪人的神器天羽羽斩也必将重启。当然，这次的审判者自然是我，但是审判还需要一位处刑之神，一位足以掌控天羽羽斩的，神格不亚于须佐之男的强者。哼，那么天人计划的交易就达成了。多少灵力我都可以赠予你，只要破坏神诞生之时让我送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神器。开启审判的先决条件，审判者、处刑者我已找到，最后还差被审判的罪人，一切就都准备好了。但想找出比我更罪大恶极的罪人，恐怕才是最大的难事。直到我离开峡间，再次亲眼见到了久违的人世，贵人、穷人、强者、弱者，这无处不流淌着欲望与罪恶的人间。七恶神留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真是让我自愧不如。白净碎片已被秦明植入各地，
投射众生之罪，而黑镜将为我投射高天元的形神场。哼，曾经不守规矩的我，今天也决心按照你们的规矩来一场游戏。人类，妖鬼，众神，高天元，天照。现在，轮到我的审判了。